黑色，黑色。大家好，我们是绝代双 Q， 我是大 Q 中叶，我是威林，还有 Mini Q， 在睡觉的 Henry。今天是我们宜兰旅行的第二天，我们昨天呢，就是上一集我们去住了赵普，对，我们今天又来到一个感觉不太一样的一个饭店，嗯，也是他们集团的，叫做品文旅，对，它感觉就是很新很明亮。我们现在在他们的大厅，我们刚刚 check in 完，它这边有分两馆，一馆是。这边，然后另外一馆是在隔壁，主要有游泳池跟游戏室，还有一些客房的地方，这样子。都在隔壁。对，我们今天住隔壁，这样，我们就来带大家参观吧。哇，我们进来了。今天的房间比较狭长型的 ，Kiki 也行的。然后啊，你看天花板有一个很像房子的设计，床哎比昨天的大哎，比昨天的宽 ，Queen size 的。然后这旁边有一个那个椅子，然后跟小茶几，然后再来是厕所，它厕所在门口，进来这边也是免治马桶，漂亮，又再加十分了。而且我昨天发现哦，他们都全部都是用 Total 的。Total 的马桶洗手台，免治马桶，连这个也是 Total 的。然后婴儿床跟昨天的一样的款式，只是我们昨天是白色，今天是木头色。洗澡间、浴室跟厕所是分开的，这一间就没有附牙刷，也有浴缸，很赞，很大的浴缸。然后也有一个小的淋浴间，这样子。还有这边有一个全身镜，我觉得也蛮加分的。你看这样子，出门前就可以先打理一下。好啦，米 Q 先睡一下。我要继续工作了。等一下晚餐想吃什么？你等一下来做个功课。好，来做个功课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去附近吃。反正宜兰很多好吃的。对啊。应该可以。你再说拜拜。我们要去吃晚餐了，好饿哦！我工作完了，可以，终于可以放心玩，虽然已经快玩完了。我们已经玩完了。啊，没关系，晚餐可以好好的吃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去吃有一家鬼椒一番锅，对，火锅那一种。对，平价小火锅应该比竹间那种三四百块便宜一点点那种的。对，好，去试试看。Let's go， 好饿哦。出发。慢慢。爸爸使出大绝招了 ，QQ 你抓不住了，对不对？吃饱了，吃超饱的，哇，好饱好饱，很赞很赞，回饭店继续休息了。好 ，OK OK， 跳一下，一二三。会唱唱吗？会唱。还蛮热的。对啊，这水好温哦。自己来站一下。嗯，好舒服啊，感觉很舒服。很温很温，快点快！自己养膘，自己养膘。水过来。
早安呢？哦，我们10点才起来，我啦，我4点才起来。对，你叫不起的。睡很饱哎，很好睡，因为这里的那个早餐提供到11点。对，我喜欢这种，对，那种10点都就很赶，对。对，可以，我们现在来第一馆吃早餐。对，会不会像我今天上说，其实提供到十点？应该不会吧？没有。而且我觉得他们很贴心，是有那个喝到饱的气泡水，所以很棒。对，好，我去吃早餐吧。哦，这个东西也蛮多的耶，面包也有很多种，这是可以自己拿去煮哎，煮面自己煮面哎，可以自己煮乌龙面跟油面。哦，有咖啡，还有水，咸豆浆，这么厉害，可以自己弄。哇，好酷哦！有一些坚果沙拉类，这是沙拉，优格。哦，老婆喝什么？妮妮。妮妮。妮妮。还有果醋哎，早上有果醋，感觉很健康。九成汁，对方又没果醋。这边是热食的，铁板豆腐。哇哦，牛肉好好吃哦！哦，清炖牛肉汤哎，拉萨鸡腿排，拉萨鸡腿排看一下，哦，好香哦，香啊，真的有哎，很香哎，哇，好多区哦，这边还有，这边是奶黄包，哇，有自己做的松饼机耶，哇，好厉害哦，还有教学。哦，好舒服哦，这个椅子，对不对？爹爹呀，爹爹，这样子哦，也舒服哦。我们现在来带大家参观一下这游戏室，很漂亮啊，这地板，这边有电脑可以用。啊，哇，这边好多哦，好大一片哦。这个是可以玩 Switch 是不是？对。哦，有3台 Switch 哎，然后有冰上曲棍球哎，哇哇，还有手足球，还有投篮机可以直接玩，不用投钱的。还有打地主哦，这是什么打？哦，这是是吗？我没有玩过这个哎。哇，抱起来投篮。这赛车还有赛车，天哪！哇，这边设施很棒哎。哎呦，单手投哎，好厉害！很厉害！哇，你好厉害！太厉害了吧！61分，哇，单手哎，有哎，要继续了。继续啊！我也是，还有另外一只手。149分，好高哦！哎，我们两个人很强哎，是我前面就很强，对，没错。但是我，你看，你上刚刚55分，嗯，第二次我们90几分哎，好，可以，来喽，开始喽。耶！好累啊，然后再来玩，我们要来看这个游戏室要脱鞋，我去看一下。昨天他们下午已经来过了。对。哎，蛮大的啊，就是很大的一个空间啊，很适合跑跑跳跳的。蛮多东西的，半截加9哎，还有 Roddy， 还有这是什么？球，还有滑梯，很大，空间很大。你看这每一层都有这个气泡水机耶，很棒，就是很环保，然后又可以无限用，我觉得很贴心。好了，我们回到房间里面了。这两天住的好舒服哦。是我昨天太累吗？我觉得真的蛮好睡的啦。因为你小孩都不会吵你啊。也是，我觉得他这两天也睡得蛮好的。对，他也是的。对，好啦，我觉得品文旅住起来真的很舒适哎。而且环境设施都很新。对。嗯，可以来体验看看，我觉得真的还不错。对。真的是一个蛮好的饭店。其实我觉得有带小孩的话，下次要住大间一点会比较好。哦，对，我觉得大一点住起来应该更舒适。嗯嗯，很棒。Okay。 好啦，那我们宜兰结束了我的旅行了。
下次再出来玩。对啊，而且宜兰就是很近，大概开车一个小时就可以到了。之后有机会再来宜兰。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喽，喜欢每一天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铃铛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手，拜手，拜手，if I shut down, it just gives the